我们是吗？我的天哪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了。你搬到这儿吗？对呀、啊，刚搬的新家。可以可以，那我参观一下。过两天我可能我也搬到那附近。是不是真的？上去吃个饭呗。好啊好啊。走吧，走吧。要不要走？你要抱他？我要抱他。我的天！我太想我儿子了。那你带到吧，你在你前面走吧。这个是闺蜜在家。你闺蜜在家？对，她来找我玩。你闺蜜长得好看吗？好看，找了她照片。好。美女。哇塞，可以啊，这个。是啊。是美女。是啊。挺好看的是吧？不用。期待。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那会不会吓到他一会儿？应该不会吧，毕竟我觉得他那么可爱，可以吓到美女。给他看看小猫咪。对，给他看看小猫咪。在哪边啊？在这边，给他提醒我闺蜜。我怕吓到他呀。没事没事，看他什么反应。开门。快点。我啊。我的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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